21号。哦，21号，来。哦，这个较轻松啊，吼，这个你看，来，好听点，徐哥来。那个21号，20号有没有？20号有没有？好，那21号，来，21、22、23，请准备。24，接下来哈，来，请准备。哎，有一个小提琴的，来。来，麦克风架在这边。来，麦克风架哈。来，麦克风，哎，刚刚可能被我们的 DJ 收回去了。来，你需要有一个麦克风，明天要多哈，明天再多。好的，辛苦你了，辛苦你了。哎，不晓得是89哈，20，哎，全部都没听到我的呼喊。18、19、20，现在20要21，21嘛哈，21好，你慢慢测，来，21、22、23，好，23，那22呢？在里面了，好，哎，你们不要一个一个上来，18、19、20，还没到吗？18、19、20，通通没有反应呢。刚刚已经呼喊了，没有反应，可能是没到，可能已经弃权了。来，所以我们现在接下来是21号、22号、23号都已经报到了。好，那来你测试一下声音。来，21号要测一下声音哦。21号表演者秋姐。音乐再大声，好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来，音乐再大声一点点。来，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好，可以哦。好，音乐请下。可以，你再试看看。你的那个麦克风太高了。收音不良。好。再下来一点点会更好，不要太多。再下那个麦克风再下来一点点会更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太阳真的是会转的哈，可以过。啊，等一下哈，等一下哈，好的，等一下。哦，这个要搬，这个也是大工程哦，有电脑线啊，有摄影线啊，哈，对，好，如果已经好的时候，再请我们的评审主任来跟我们说一下，对，好，哎呀，来。那个，我们待会儿22号的话，他要表演的是《广岛之恋》哦，哈，是《广岛之恋》哦。好，22号要表演的是《广岛之恋》哈。24号来了吗？24号给我举一下手好吗？哎，没关系，还不用来，没关系。24号举一下手哈，25号举一下手，25号，25举一下手。25还没有举手哦，去换衣服，换衣服，好，换衣服，好，换衣服，好，好好好，等一下，这边快好了，饿了没？插头好了吗？好了吗？你那个插头，电脑的插头可以了吗？
可以，可以开始了。DJ 请下音乐。好，来宾请掌声。21号邱敏杰先生的演出，21号，21号。谢谢我们21号的邱敏杰的表演，接下来由我们